近日，张雨绮出席戛纳红毯，身穿3D 打印礼裙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张雨绮这身礼服甜美又不失性感，收腰的设计让她看起来凹凸有致，长发披肩，露出巴掌大的小脸，少女感十足，获得网友纷纷夸赞。在灯光下更是熠熠生辉，皮肤白皙，整个人状态不错，完全不输其他女星。张雨绮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就像公主一样。不过，有网友发现张雨绮的脚怎么那么别扭，脚趾被挤出鞋外，看来这双鞋有点小。原本一身美美的打扮惊艳全场，不料这双挤脚的鞋子却成了败笔。很多网友比较担心张雨绮走路会不会很难受，穿一双不合适的鞋子真的会让人很累，尤其是在走红毯的过程中，还要面对那么多的镜头，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表情管理，就算不舒服也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忍受着。真不知道他的幕后团队怎么这么不仔细，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要考虑到张雨绮的方方面面，选择鞋子更要选择合适的尺寸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